他们不会听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来一把戴安娜杀起来。月亮的旋风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距离只是假象。上单天使，够不够？还要插旗子了，拜拜。全军出击，人生有梦，各自精彩。人马大姐，埋伏给自己打死了。牛掰，全死了这些人。对打野没有丝毫帮助。看能不能升一波伤给他做了。他不会有闪吧？有闪也得死。这队友不帮我还帮队友，感觉我像个圣母一样。以德报怨，战绩挡住了吗？等一下，可以了。他过来偷野了，这人嘛。他应该没成。行不行啊？ EQ 都能空。还行，这不蓝头人吧，可以去反一下他的野。他这不又沉了。但是他没先交，他有点不甘心，死了。这个也要死了，他没闪了，一起奔。
再刷一圈升个六了。我抓到这天的两波，他优势全没了，他应该打不过诺手。机会呢？这边有个一，等他交 EQ 再二拉回来，一登上，没办法，我太懂皇子了。有人在打龙，给你 Q 开个视野。再把龙接盘一下，全在我的计算当中。这下路开鸽子发育的，还行吧。这把中路会支援，会支援的话，狮头就给他吃了。这都打不过，你在玩什么呀，诺手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天使被我杀了两波，他控线多吃了四波线，还打了一个闪，等于我让这对面天使少了一个闪，少了四波线。Amazing！ 七分钟少四波线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四波线加个闪现。急了吗？坏了，没 Q 到他，还好他没大不让我死了。 Q 到两段一的话，可以给他技能躲下来。先把这野刷了，这中路被打回去了，对面丢中吧。也会玩的人吃经济了，不要闪了，再把上下路不太需要管，上路这个典韦也不太会啊，下路这个钟馗跟百里也不会，中路这个马可波罗会一点，对吧？搬中就行，刚好这个中单也会支援我们，会反补啊。走输出吧，这种情况走肉没有用的。
直接大射他，他死了。大好了没有？一个大他记了。会玩人，想都能想到一块去，知道吗？没事，应该能杀。皇子来了，那打不过。哎，可以。EQ 太快是会这样子的，所以 EQ 差不多快就行了。你要 EQ 太快，就会变成 QE 了。你的键盘或者系统它识别不过来啊。抬了一手，我以前的手速太快了，我经常就会变 QE， 所以我就特意的降低了一下自己按 EQ 的频率，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。其实差不多快就行了，不用特别快，特别快容易失误。其实以前有段时间大家很追求的什么光速 EQ 啊，光速什么东西啊，不用太快的。那时候 S56 的时候就很流行这个词，各种光速啊。太快了不好，差不多就行。回来，下路满血塔皮，帮他推一下吧。能打到人才是关键，要实用，不要空谈。30滴血，把推推买。来个表，来个表。不支援，毒瘤。这上路估计去搬人马了，我直接抓中就好了。他以为我要抓人马，错，我要抓的是中单啊。他以为要打红，错，我要抓下路啊。野区有两个在，这人马死了，怎么蓝头声音还在啊？
一有这火男皮肤，我这 FPS 就掉得很厉害。火男这英雄丢技能很容易掉帧的，特别是这个丧尸皮肤，这皮肤真的得优化一下，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。这丧尸皮肤也很有年代感了。他这皮肤就是会这样子，丢技能会掉帧，掉得很厉害。这英雄加皮肤的问题，这英雄本来丢技能就会容易掉帧，加上这个皮肤更会掉帧。我先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啊，我以前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玩火男，他这个玩的英雄，他就喜欢买个丧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家里有台很好的电脑，他就喜欢卡对面，知道吗？然后你让对面卡了，你就很好赢。因为你电脑比对面好，你相对而言你就没那么卡。我就看他天天玩火呢，天天用这个皮肤。灯都点不到我就死了。有人跟我打后排吗？这天使大还没开呢，还先杀掉了。关点东西的，好像都关了。这个隐藏地图细节特效这个东西得给它关了，不然会更卡的。再刷个两组也来个金身就好了。我那朋友怎么样了？他后面不怎么打游戏，已经进场了。他以前早些年吧，以前有个郊区钻石的水平，几年没玩，连一区白银都打不过啊。当然是他太久没玩了，让他熟悉一段时间，打个黄金还是没问题的。几年没玩，一下子玩的话，是水平会有点不太行。适应一下就好了，手感就不对了，加上版本也不了解。没办法了，要生活的嘛，向现实低了头。我以前跟我玩的那批朋友基本都有个钻石水平，可能就是这就是近朱者赤吧。有个会玩的王者朋友带着啊，有个钻石水平也很正常的，平均都有个钻石吧。你看我早些年直播的打的很多小号，打的很多大师的小号，都是用我朋友的号打，那时候基本上搞直播之后就没怎么玩 S12 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，主要是后面他们进步的太慢了，主要玩不到一块，太菜了。他们有时候高手总是寂寞的，有时候太强了或者你太弱了，你就会跟不上你朋友的脚步，或者你朋友跟不上你的脚步，也就玩不到一块去了。后面打打就觉得匹配没什么意思，不是很想跟他们玩。那时候经常去什么
五个人改个 ID 去新区去玩打小号，那时候还没符文，刷个野还贼伤。有工作了就不一样嘛，人家现在也基本不玩这个游戏了。所以能找个自己喜欢的爱好当做工作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。把这眼排下来，高低再上一下吧。我一打团这个 FPS 就贼低，就是有这屌毛火男在，上一把还好。要不然我去当代去吧，魂肉皇子。你看我不打团刷野就还好。感觉这个龙打不了，带一下吧，带一下吧。还去什么团啊？直接带啊！下路带起来，中路带起来，给他们压力，让他们回来守，我们再回去打龙。好，直接掉头打龙。他们打完龙的话还可以包剩下的人，没事，打断一下。打断一下不是让你们死。好宽，直接决斗。宽的好，我还差多少钱我想一下，应该够法团棒了吧，直接帽子法团棒拉到三个全部秒了。可以刚好，神装了，神装了。拉到三个了，杀了一个，藏了两个。你在干嘛？这锤石，他已经杀完了。W。直接一波吧。
下一把，下一把。这把伤害又是非常高。因为最高伤害的卢仙基本都打完团过来捡头，其他人那伤害就更低了。下一把了。结算一下。关注走一走，活到99，没点关注记得关注一下，走一走提交。